take a chance. Live your life for just one night, no looking back. Cause tonight will make you right. Can't please feeling getting hot. Oh, oh. Can't please feeling getting hot. Oh, oh.老布，老布，今天要去哪里？我们今天要去阿里山买面包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我们就是要骑机车去阿里山买面包。Go go！这是我每次来竹山最喜欢吃的阿田早餐，哎，应该是阿田豆浆才对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出发之前赶快来这边补给。车子已经补给好了，肚子也要先补给好啊，不然免得等一下上山都没有东西吃咯。我们赶快来买我今天最喜欢的油条加蛋饼啦。因为现在还没有开放内用，所以我就在附近找了一个空地，趁着四下无人的时候要来，没有啦，要来吃早餐而已啦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又拎着早餐来这边野餐了。现在疫情期间，外面实在是没有地方可以吃东西。你看，大洋好不好？先来当桌子，多熟悉啊！我的大杯红茶，我开始来客了 ，Go Go！ 从竹山开始，沿着149甲线一路往南，同时会经过竹山、草岭。最后会接着来到嘉义。我们现在看到右手边，哇，一堆人现在正在采茶，希望辛勤的工作就会有好的回报。我们接着继续出发吧。这一条149甲线我算是非常的熟悉了，光是来的次数应该就不下数十次了。那这一次的话是特地拍成影片，那记录一下，分享一下这一条路上美丽的风景。骑没多久，马上又停了下来，因为旁边这个茶园伴随着这个阳光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，真的是说要有多美就有多美啊。在出了竹山之后，接近统头的路上可以看到景色也越来越开阔，山一座座绵延的在眼底，天空更是蓝得不像话，整片清澈又壮阔的景色真是叫人心旷神怡。美丽的晨曦照映在翠绿的青草上，这又是另外一幅动人的景色。在经过了统头之后，在这座桥上可以看到清水溪河畔，溪水沿着山峰凿出一条优雅的河道，而山也呼应着这样的溪谷，交织的映入眼底。
现在来到这边有一个平台，一个很大的停车场。哇，这个视野真是超级棒的啦！哇塞，你看这个茶园，哇塞，好舒服的地方哦。我们终于来到云岭之丘了，接着就要爬上这个步道，我们上去看看有什么。Go！ 这真是另外一个世界。我们刚刚从这个方向来的，哇！这视野真的太强了啦！湖山水库，哇塞，哇，我只能哇了，我没有办法再讲话了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各位观众，我确定我没有搭飞机出国，因为我一直在撞到这个栏杆。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角度让我觉得，有没有很像在搭飞机啊？那里超棒的，又撞到了。很多，1600，这里有到1600了。1600，可是这边应该有太阳的关系，觉得其实没有。我听他们讲，他们说昨天晚上15度，一定的啊，山上其实因为温差很大。哇塞，这个都专业露营了，他们野营。对啊，在飞完了空拍机，我们就接着往下一个景点前进喽 ，Go Go！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来到莱吉部落。那现在这个就是周族的圣山塔山，塔山与大塔山。那这个的话进去的话，其实一般人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容易啦。但是我觉得这边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那这个高度非常的高吼，那它的这个海拔应该有超过2000公尺。那一般人的话其实并不建议进去，毕竟就是周族的圣山啦，除非你今天真的是有在地人的一个指引。我觉得这个角度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雄伟，非常的壮阔，我觉得很漂亮，所以这边特别拍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这个路其实目前上现在已经来到嘉义了，这种嘉义的155乡道齁，那看起来是还不错啦。其实我这边已经走了很多次了，我们就继续往我们的下一个景点德恩雅纳出发 ，Go！ 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德恩雅纳。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呢？其实是因为这些居民原本是住在莱吉村，然后因为88风灾的关系被迫迁村。然后，所以政府就在这边盖了一个这个永久屋。哦，那其实这个房子真的做得非常的漂亮。那其实它这个是融入整个地形的。为什么说它非常的环保呢？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上面的这个屋檐啊，其实它这个水都不会积在上面，所以可以让这个房子的寿命更长。然后呢，它在每一户人家，它都有
写上自己的这个标语，好、哦，比如说他就是，好，我不会念，好，算了，好，那重点就是说，因为原本这里是一个山坡地，那山坡地来讲的话，你要去盖这个房子，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就是要去囤头啊，就要去做一些那个补墙的动作，但是呢，他就是利用了钢筋，然后把它做这样子因应地形啊，把它做起来。哦，所以说它不会破坏原本这里的一个地形的一个生态，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环保的一个，以及结合原住民之前的这个智慧去盖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村落，那这个都是真的有人住的，所以说之后如果来这里的话，其实我们就小声一点，维持安静，然后参观一下，我想他们也都蛮喜欢人家来参观，但是你就是不要去走到人家里面去打扰到人家，那我觉得这样子应该是没有什么。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，毕竟这个是真的，人家就住在这里的。哦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他们家的门牌，哇，很特别。啊，山猪。你好。你好。哇，这边看起来，哇。其实这个山的后头，它就是奋起湖那边了、啊。那奋起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容易起雾的地方，你可以看到现在不过才，10:22，其实后面已经开始慢慢在堆积了。那这个最近其实也蛮常午后雷阵雨的，所以我们在这边看一下，不会停留太久，稍后就要继续出发了。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除了来这里。跟大家介绍这个德恩雅纳这个社区最重要，我来看一下这个老面大面包到底有没有开。这个我之前买过一次哦，印象非常好，非常好吃。我们来看一下，你好，有面包吗？有了，哇，太棒了！好，还好翻山越岭的还买得到。要到差不多中午就。我要三个。好，要装在一起还是分开装？分开装。每一颗都分开装，嘿，谢谢，太棒了。欸，请问你们那个竹鹿社区跟你们是什么？儿子媳妇在那边住。啊，这个才是创始店就对了。创始店。我们有4个点。还有在哪里？还有在延平，二延平。哦，二延平步道也有。二延平步道那边也有，那个是媳妇在那边卖。太棒了、啊、然后就打了一股哦，打了一股是田妈妈，我们叫田妈妈帮我们哦啊，但是就是他们那边自己各烤各的，烤是在底下，有我吃过竹鹿的，跟这里的那个味道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差别，很棒，师傅就是儿子，哎呀太棒了，有了，慢慢我们打了一股也有一个工坊在那里，有一个增加一个工坊在那边，我们会做饼干哦，也是伴手礼的。OK， 它都是加我们自己的颜料，加我们原住民的颜料。哦，我上次瞒我儿子说超好吃的，我从草屯翻山越岭就是专程要来买这个。哦、谢谢你啊！啊，就很屌高，其实我是嘉义人，去竹鹿骑车很方便，但是我觉得这里真的很漂亮，所以我真的很喜欢这里。这里我应该来第5次还是第6次了吧？在买完的面包，我紧接着就要去享受我的午餐喽！出发。来欣赏一下莱吉部落的市区吧。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烤肉拼盘。那这个的话就是中西合并了，
他就是结合了，因为老板娘是南非人嘛，他所以他的强项就是在做面包的部分。那结合在地的这个就是我们原住民最厉害的烤山猪肉，非常非常的棒。然后还有一些姜片啊、蒜片，然后还有生菜可以包起来吃，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棒。好了，影片传递不了香味，我要吃咯。在吃饱之后，我也差不多要回家咯。如果你喜欢老布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